直接是使用这个太阳能发出来的电力啊，来使用电锯。现场可以看到，我们电锯的功率大概是800瓦，它仍然是可以驱动我们的电锯。完全是使用太阳能来操作电锯啊。完全是用太阳电来操作电锯，对，就现在用太阳电发出来的电，就直接可以操作电锯。